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闽南语的歌唱比赛，挑战者陈志凯先生目前服务于证券公司，他要我告诉观众朋友，他目前是单身，而且呢，他是一个非常讲究穿着的人，带来的挑战歌曲是《相思雨》，让我们一起来欢迎陈志凯先生。谢谢陈志凯先生所带来这首好听的《相思雨》。接下来赶快来介绍我们的卫冕者蔡小虎先生，这位被我们封号为这个猪肉王子蔡小虎先生，今天要带来一首非常好听的闽南语老歌《苏波耶当》，我们来欢迎蔡小虎先生。我心也看看我们卫冕者的灯数是一个灯、两个灯、三个灯、四个灯，
红灯，同样都是四个灯。看挑战者是19、20、21分钟。来看看我们卫冕者的分数是11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分。好，我们非常谢谢陈志凯先生啊，很可惜相差不多，谢谢您来参加我们的节目，现在请您回座，谢谢陈志凯。谢谢，谢谢陈志凯先生。哎，我们现在呢赶快来看看现在的这个分数是多少啊，目前这个累计的成绩3度5冠，得到我们50000块钱的奖金，是我们以前最高的奖金了。好，也请您接受我们的3度5冠的优胜锦旗。来，我们欢迎我们的陈伟小姐。谢谢陈伟，哎呦，有个漂亮的妹妹要给你献花，哎呦，呵呵，哎呦，好漂亮的小姐要给你献花，好，谢谢你啊，以后送花给蔡小虎，送花给我不必托蔡小虎，开玩笑，这个是你的女朋友？不是，是我亲妹妹。亲妹妹啊？是的，最小的幺妹。晚上有没有饭空吃喝个咖啡好好，不开玩笑。哎，我们最近收到很多这个观众朋友的来信啊，问到有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，因为再过几天就要过年了，其中有一个观众朋友晓得你，我们封你是猪肉王子，他们都晓得你卖猪肉嘛，对不对？他说这个做腊肉用哪一种肉比较好吃，然后做香肠的话是用里脊肉呢，还是五花肉，还是用什么肉比较好吃？大致上呢，做香肠是那个前腿肉。哇，前腿肉比较好吃，哦，肉比较嫩一点。哦，那做腊肉呢？腊肉，有些人喜欢吃五花肉，有些人比较喜欢吃那个全瘦的，全瘦比较瘦一点的。个人的口味不一样。是腰的部分还是腿的部分？都有，都可以做。哦，都可以做，是不是？是的。那做香肠的话呢，要记住是前腿的肉比较好吃啊。当你这个剁这个香肠肉的时候，要剁前面那条腿，上面那条。好，还没有做香肠腊肉的朋友呢，今天蔡小虎提供给你这样的一个做腊肉香肠训练。来，现在你的成绩是3度5冠，希望接下来能够有更好的成绩，也请你登上我们的卫冕者宝座。谢谢。